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。请坐。请大家跟我皈依三宝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课注》第984页，第三行看起。这心事第四段，改故所愿者得，分两大段。第一个大段，如教悔改，请看经文：所作如犯，这次悔过，去恶就善，朝闻夕改。这个四句经文，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：所作如犯，道习心易心，都是劝导我们要奉持精戒。落实精戒，念老在这里告诉我们，都是劝导我们释迦牟尼佛劝导我们要奉持精戒，要去恶修善去恶修善，改往修来，学习非之恶行，修今世之善业。过去错误的恶行，像前面所举的杀生、偷盗、邪淫、妄语、饮酒这些一定要放下今之善业，现前我们学习经典，把善恶了搞清楚，
经教里面为我们所说的就是一个善一个恶，善必须要舍掉要放下，善要认真的学习啊，不仅是要念善，口要善，行要善，善业都善，这是佛门弟子念老幕后这八个字说得好，从善如流，知故所改，底下这一段习心一心啊，经文六句，奉持经戒，如贫得宝，该往修来，习心一心，自然感向所愿之德。这一品，品名如贫得宝，这是从比喻上说的。故知奉持经戒要用如贫得宝这样的一个心态啊，这是这一品经里面的核心。师尊慈悲到基础，应化到这个世间来，教导我们啊，所教的49年讲经教学。目的是什么？怜悯众生，众生可怜，特别是六道轮回里面的众生，肯定是恶多善少。迷惑颠倒，对于眼前的一切迷而不觉，不知道眼前一切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认假作真，在这个虚幻不实的境界里头，迷惑颠倒，造作一切恶业，感得轮回的苦报，全是自作自受。如果不是遇到佛陀的教诲，我们对这个轮回只有忍受，
生生世世没完没了啊，过去修的人的善言，今生得的人天福报，得到人天福报，没有人教诲，转眼又灭了。罪孽不但没有止住，还要升起，来生三恶道去了。佛告诉我们，三途一度五千劫，你要了解事实真相，你会感到恐怖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诸佛菩萨大慈大悲，出现在世间只有一个，愿望，希望帮助众生离苦得乐。啊，眼前的苦真正明白人觉悟了，不会感觉到苦啊。迷惑的人不了解事实真相，他苦还不断的造业啊，造的是贪嗔痴慢疑，贪嗔痴慢疑造什么样的果报，就是六道轮回，就是十法界。没有出头的日子，累积的恶业一天比一天多，一年比一年多，如果佛门弟子对于修行中断，修是修正，行是行为，行为再多不外乎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。起心动念是意业行为，就是念头。善念少，恶念多，念念都离不开六道轮回啊。所以佛法讲苦乐有究竟苦，不能脱离轮回，这是究竟苦啊。苦不堪言啊，能够真正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才可以说脱究竟苦，得究竟乐，离苦得乐啊。但是这个法门，诸佛都说
这个法门易行难信，佛说的。那在我们自己学习过程当中有很深的体会，佛说的对，一点都不假。学佛、学经教，目的是什么？帮助我们觉悟，帮助我们真正发心，希望在这一生当中，永远离开娑婆世界。我们现在居住这个世界啊，求生极乐世界，离开这个世界，永远不再搞轮回了。离开到极乐世界，可以是这么说法，就得到究竟圆满的果报了。为什么？第一个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寿命无量啊，叫无量寿啊，阿弥陀佛无量寿。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都得无量寿，这是阿弥陀佛的本愿。四十八愿是本愿啊，四十八年八愿要记住啊，不能忘掉啊。你才会向往极乐世界，真正发愿求生极乐世界啊！往生极乐世界为什么是易？叫易行道，很容易去的。欧耶大师在《弥陀经要解》里面告诉我们，能不能往生，全在信愿之有。你只要有信有愿，你就决定得生。有同学问，我这个愿发不起来啊，对这个世界贪念，无世界到今天根深蒂固啊，不容易啊！生生世世染的这些恶习气，没人告诉我们，只有佛告诉我们。佛说的清楚，说的透彻，这个世界假的，我们不知道，这叫迷惑，这叫愚痴，认假不认真。啊，这个世界为什么是假的？一切法
都是生灭法，有生有灭，这就不是真的。真的不生不灭是真的，在我们身上能找到吗？能找到，原本就是不生不灭。我们把不生不灭真的迷惑了，变成假的，变成生灭法。所以经上告诉我们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年六祖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，最后一句话他说的是：“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。”这个宇宙，这个世界，距离近的太阳系，距离远的，那只能说不可说，不可说。没有边际，中国古人所说的大而无外，小而无内，这两句话是什么？这两句话是量子。今天被科学家发现了，量子的确大而无外，小而无内。大小的相有没有呢？没有。为什么没有？相是假的，大的是假的，小的也是假的，大其小的都不能够执着，都不能够放在心上。执着放在心上就迷了，那我们要问，几个人放下了，不放在心上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大慈大悲，没有一个不教化众生，劝导众生破迷开悟啊！破迷开悟是看破，真正了解事实真相，然后自自然然把这虚妄不实的事情放下了，放下求生净土就没障碍了。一般人往生净土的障碍从哪来的？贪念这个事情不肯放下，在这个事情争名夺利，到最后一场空。唐太宗大家都知道，中国历史上好皇帝，死了以后到哪里去了？无间地狱，
你说有什么意思？跟前一篇所讲的造的恶业，恶业是指什么？战争啊，唐朝的政权是靠武力取得的，战争呢，死多少人？啊，掌握到政权，虽然是好皇帝，勤政爱民，啊，最大的好事不是贞观之治，啊，是什么？汇集老祖宗齐家治国的宝典，他编这么一本书，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群书之要。啊，这本书现在印出来了，在全世界流通，这是他的功德，凭这个功德，地藏王菩萨把他从地狱救出来，这一桩事情给我们什么样的教训？我们要知道啊，知道之后才晓得汉学院的意义。前年我跟校长认识，谈到这个问题，现在地球社会动乱了，生在这个时代人可怜了，富而不乐，贵而不安，今天这个时代多苦啊。啊，老祖宗教我们为什么要学传统文化？为什么不去学科学哲学？科学哲学不能解决我们问题，我们老祖宗有智慧，我们要承认，要肯定，就事实来说，老祖宗那个时代，富快乐，贵平安，所以没有人不羡慕富贵啊。
平安、快乐从哪里来的？从自信来的。换一句话是，一切众生，人人皆有，个个不无我。非常可惜的是，我们把它丢掉了，不是真丢掉了，迷失了，不认识。啊，真正认识的，我相信你会死心塌地追求这一样东西，跟古圣先贤一样的智慧，一样的德能，把我们的本有的智慧德能找回来啊。怎么找回来？觉悟就是啊。我们今天这个事叫迷失，不是真正失掉。真正失掉你就再找不到了。迷没失等于失掉。所以只要破迷开悟，自然就现前了，智慧现前了，道德现前了，万德万能全现前了，跟诸佛菩萨没有两样。这个东西中国老祖宗有，印度人也有，佛陀出现在印度，孔孟老庄出现在中国，佛教里面称他为佛菩萨，释迦是佛，他的弟子菩萨，在中国孔子、老子圣人，跟印度的佛陀平等的，他们是同一个境界啊。孔子一生没有很高的地位，没有财富，有什么？快乐、幸福。觉悟的人，圣贤人追求的是这一桩事情，他不求名闻利养，啊，不求世间这些财宝，他不要，他要什么？他要健康，他要快乐，他要幸福。这三样东西谁有？
菩萨有，觉悟的人有，迷惑的人没有。迷惑的人实在是有，不知道，忘掉了，找不回来了，越迷越深。那觉悟的人把他找出来了，原来在自己心里头啊，这个心真心，不是妄心。凡是起心动念的这个心，妄心，真心不生不灭，真心永远没有染污。啊，慧能大师开悟，悟什么？真心找到了。妄心搞清楚了，用真心不用妄心。佛菩萨，真心什么样子？第一个，清净，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。他本来是清净，永远清净，决定没有染污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第二个现象呢，不生不灭，他没有生灭。妄心有生有灭，妄心一念头，前念灭，后念生，一个接着一个。频率多高，速度多快，佛在经上给我们说，一弹指32亿8000年，这一弹指所以它是假的，就在面前，我们就是看不出它是假的。它从哪里来的？迷了真心产生的幻象。越迷越深，麻烦了。迷得最深的是地狱、魔鬼、畜生。啊，再往上面去是人道，人道上面天道，天还是迷呀。没出轮回啊！啊，纵然道飞翔飞飞翔出天，依然是迷而不觉，真麻烦。谁知道？觉悟的人知道。觉悟的人，我们讲明心见性，自性里头第一德，无量的德能呢？无量德能里面第一个是什么？慈悲。所以佛家有所谓有说，慈悲为本。方便为门啊，慈悲是什么？爱呀，这个爱是真的爱呀，永远不会变质的爱呀。啊，世间人讲这个爱，他从妄心出来的，妄心千变万化，
今天爱你，明天就不爱了。不但不爱，还产生怨恨了。我们举现实的例子，大家看到。你看看父慈之爱。啊，小孩出生还不会说话，你看父母多么爱他，他睁开眼睛看到父母，你看他的表情，他爱父母，父子有亲，在这个时候看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长大了，老了，父子的情爱见不到了，那个情爱是真心，决定不掺杂丝毫杂念在里头，也就是他没有分别，他没有执着，啊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我们要细心去观察，佛菩萨所说的东西都在眼前，只要你细心观察，六根在六尘境界你都会发现，然后你再佩服佛陀真有智慧啊，真了不起，全看到了，看透了啊！看透之后什么样的心态呢？没有起心，没有动念，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，六根在六尘上不起心不动念，六根六尘寥寥分明，不起心不动念就是真，起心动念就是妄的，不起心不动念真心用事起用，起心动念妄心用事，用妄心反佛，用真心佛菩萨，佛所讲的这些道理珍宝啊，我们要接受啊，接受，我们要学习，我们要正感，他不能把他所缺的给我，他做不到，如果能做到我们就不要修了，也不要学了，佛菩萨慈悲，他的慈悲全给我们，他做不到，迷是你自己迷的，悟还要你自己悟，天经地义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这幕后这一句啊，世尊，慈心至极至垂世也，奉持金戒如贫得宝，念老的话说得好，这是这一品经里面的核心，这一品经里面的宗旨，
是释迦牟尼佛慈心至极的垂示。贫者得珍宝，贫穷的人得到珍宝，则诸苦顿息，他就离苦得乐了。这个苦是什么？物质上的苦。缺乏物质生活，得珍宝，物质生活解决了，不再去愁衣食住行了，欢乐无忧啊！这一桩事情浅显的，在这个社会到处你都能看得到。注解里说：“此乃以宝喻境界之妙相。”用这个来做比喻啊，如果你真正得到佛的经，不是说你得到这个经本，得到经本不起作用，这个经的通达了，帮助你开悟了，明白了啊，让你了解宇宙人生事实真相啊，包括过去未来此界他方，你明白了，搞清楚了，这得得宝啊。贫者即得珍宝，命根所系，自当全力护持，不可更失，得到怕丢掉啊！要好好的把它藏起来，怕丢掉。这是世间人的那么这是劝人得受境界受真正接受了依教奉行佛的经，跟你讲理讲道理，佛的戒教你守法一个是觉悟，经是帮助你觉悟，戒是帮助你修行断恶修善，是戒。下面是比喻：如获头目，如有缺犯，应速忏悔，誓不更作。这是真正得到了，自自然然，丝毫勉强都没有，那就是读经，依照经典教训去修行，把自己错误完全纠正过来，修行解除，修正错误的行为。
杀盗淫是甚错误的行为，妄语、两舌、恶口、绮语是言语错误的行为，贪嗔痴是起心动念的错误行为，都把它改正过来。改正过来是什么？摄善。摄善同摄一切行法啊，也就修行具体的方法啊。经教是帮助我们明了事出世间一切法相，一切法的真相。对这桩事情，应善自奉持，这一句话重要。能够善自奉持，如获头目，你真的认识清楚了。你会保护他，今天怎么保护他？明了佛所说的意思，依教奉行，要把它做到啊！啊，随下面举的比喻，如护头目啊，急难当中头一个你会保护头，保护眼睛，这两个摆在第一优先啊。如有缺犯，应速忏悔，誓不更作啊。下面教导我们习心一心。很多同学来问怎么修行，这四个字是佛教导我们修行的方法。下面注解里头习啊，这三点水有个习，东北习啊，习因习跟习它完全相同，有个意思。习心，习除行垢，啊，我常常劝勉同学，眼见色，耳闻声，鼻嗅香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六根所接触的六尘，六根是眼耳鼻舌身加个意啊，六尘是色身香味触法，法是一根对的，就是起心动念应该怎样看得清楚，听得清楚，样样都清楚，都明了，不放在心上，清清楚楚啊，不住在心上，这个要紧。你把它放在心上，错了。为什么？真心里头什么都没有，善恶都没有，妄心有善有恶，所以我们用真心，学用真心，真心没有善恶，平等啊，不放在心上，你的心就自在了，
心就快乐了，放在心上，心就有负担了。有负担的心是妄心的，不是真心。啊，怎么样慢慢的把这妄心呢摆脱掉，让真心现前，就是六根在六尘境界，样样清楚，绝不放在心上。啊，心，慧能大师说的很好懂，心是清净，放在心上就被染污了。它本来没东西，你放上个善，被善染污了。甚至你放上个佛，你被佛染污了，佛也不能要。啊，净土宗例外，禅宗不能要，哪个宗派都不能要。净土宗为什么？净土宗念阿弥陀佛是真正确的，因为我们想到极乐世界去是这么回事情。到极乐世界的条件，信愿持名，持名就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就行了。啊，所以这是净宗的方便法。到西方极乐世界了再放下，没到西方极乐世界决定不能把阿弥陀佛放下。所以只允许你二六时钟，就是24个小时念念都是阿弥陀佛就对了。啊，你就没错了。洗心，洗出心垢，记住，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，清净没有心垢啊！心上放的东西就是心垢啊！啊，放佛只能放阿弥陀佛，不能放释迦牟尼佛，放释迦牟尼佛去不了极乐世界。这个要知道啊，我喜欢释迦牟尼佛也不行啊，也不可以啊。一行亦是变异，为植物相善，去邪从正，回小相大，学为纯正，为什么都是为，都是假的，佛法也是假的，必须要懂功夫，你要不懂这些不认识它，你就没办法好好去运用它，用得正，帮助我们破迷开悟，帮助我们离苦得乐。啊，说如是则自然感将所愿者得，这是说自得感应，佛力名家，凡所愿求皆得圆满。啊，这几句的意思常讲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啊，最重要的一句话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清楚明了，不放在心上，心上只放阿弥陀佛就对了。啊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今天时间到了。